谢谢弟兄姐妹平安。我要简单介绍一下台东好男生的成员。我们台东县政府文化处陈秉杰专员，台东基督教医院的吕信雄院长，他也是我们大家很熟悉啊，加利利吴芳芳牧师的先生啊。这个是地主队了哈，于明勋台东县政府计划处处长，还有我们台东县金峰乡的宋贤一乡长啊，我们玉荣，她也是地主队啊，她也是我们教会的姐妹啊。我是台东县长黄建廷，谢谢。而且我们这个师班是从今年年初才刚刚成立的哈，哎，每个礼拜练唱一次一小时，好像很少有到齐的时候哈。有时候大家都很忙，有时候乡长来，这个身体带着酒味，可是他还是很认真，他还是很认真。总的来说哦，我们是爱唱歌，更重要爱主的弟兄们。啊，第二首我们要唱《昆巴雅》。昆巴雅，麦罗，昆巴雅，昆巴雅。Someone see